你兩個上面咁好景，落嚟凡間做乜嘢啊？哦，咁咧，玉皇大帝咧就叫我去旅行，即係俾人炒啦。我見你兩個上面招呼我咁好，落嚟凡間，你撐我請。喂，咁咪一齊食啊，大哥！我啲兄弟為咗我，同我出生入死，上刀山，落油鍋，我永遠都會記住佢哋嘅。有義氣。請問你而家啲兄弟喺邊度咧？佢哋全部喺曬台面。有義氣。喂，牛大哥，你唔見咗隻手嘅？是不是在天庭發生了一場不可告人激烈的戰鬥？我怕你們不夠吃，我拿出來招呼你們。有義氣，那些內臟不會都是你的嘛？那些內臟全部都是我的。如果我是牛乸，我會拿牛歡喜招呼你們。但你是牛公啊。哎，这个还在这里，牛鞭都买卖，我老婆就不会放过我的。铁线公主啊，阿嫂她安好嘛。你知道她好吹得的了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不知道。我转头嗌她出来招呼你们。好，这样吧。有义气。八戒。沙僧，啊，系咪吹得好舒服咧？哇，有噱头喎！你两公婆，牛魔王就卖牛，铁线公主就卖风扇。我老婆唔系卖风扇，佢就系呢把风扇。